有车一族必备的一款小工具啊，多功能的，来慢慢看。这边呢是一个小刀刀，拿它拆快递、削水果、吃手把肉，雷霆嘎巴好用。这边呢带了一个两面尺三面刃的小锯子，在户外拉个小树枝，在家里拉个三合板没有问题啊。打开这里是一个万次打火石，在户外忘记带火，在高原地区打不着火的，用力气一刮，嘎嘎一嘎嘎，火力非常凶猛啊。而且尾部还给你带了一个集结用的小口哨，400米600米一吹就能知道你的位置。这边呢还给你带了一个螺丝刀劈头，螺丝拧凸拧坏它都不会， CRV 合金钢的。这还可以起个啤酒啊。打开之后是一把小剪刀，在户外掐掐个那个鱼线呢，剪个铅皮啊，都是没有问题，内带弹簧的啊。而且还有一把小尺子，用完之后咱们给它放起来啊，对准这个位置往起一放，往下一卡，这样就不会掉也不会丢了啊。打开之后是一把多功能的小钳子，看到没有， CRA 合金钢的，在户外掐钩微线，中间还给拧螺丝，这个还可以剥橡皮。有喜欢这款宝贝的啊，还给你带了一个加厚的尼龙丝保护套，